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市集，内容很丰富，而且主要都是在地的青创跟文创业者所推出出来的。那这个产发处办的活动，除了有很多的调饮以外，我们主要推广的是无现金的交易。所以今天很谢谢悠游卡，还有 Line Pay， 甚至 PC Home， 大家都一起来热情的参与，主要就是推广更多的支付，然后让这些市集变得更有趣、更多元。启动仪式中，基隆市长谢国梁跟议长秘书杨文和、悠游卡公司董事长、联合报整合行销部副总经理陈伟明、基隆市自闭症家长协会代表以及基隆港务分公司主秘张维健等贵宾，一同开箱礼物盒，为活动正式揭开序幕。我们对于青年创业的计划、青年创业的聚落那未来鼓励更多的青年朋友投入在他们觉得有兴趣，但是又可以对基隆产生一些文化各方面特色的这些不管是创业或者是计划，我们都会很认真看待，然后积极的来协助推动。基隆市政府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郑永阳指出，潮享市集首次结合爱心做公益，今年四场主题市集将义卖500张市府和悠游卡公司合作推出的友爱城市爱心公益悠游卡，所得款项将捐助基隆市自闭症家长协会，支持自闭症孩子走出家门，与社会建立良好互动，培养自立生活能力。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